安静城哦。这里是安静城啊，是繁华的城市。京城比这个更大哦，不过安静的市集最有名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啊，不是要等候传令，怎么要去逛市集呢？传令不是何时才到？好不容易来一次，先去逛逛市集好不好？这样做好吗？总之你跟我去就对了。哇，好多漂亮的首饰。姑娘，白里透红，漂亮的紧。这位俊俏少爷，帮你娘子挑些首饰吧。我真希望青云是我娘子，但从来没有询问过。万一买了首饰被他拒绝，岂不是很唐突？既然人家都问了，本姑娘就特开方便之门，给你个机会表态，别耍呆啊！不管了，虽然自己是宦官出身，没什么挑饰品的眼光，但这时总不能让女孩失了颜面。虽然不懂样式，但是金石质量好坏，就到诚心跟直觉挑选吧。我选这个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少年，你好眼光，这可是世间少有的血之玉啊！这手都戴着，能通达手腕穴道气脉，戴得越久越是温润光滑。没想到这牛耳还会挑东西，几多钱？这质量比较高，一般卖给妇女贵妇三四千两，开门男潮女貌2000两成交。好贵，卖女孩子的事物都这种价格吗？这个玉佩雕工不细，惨了惨了，我俩挑错东西，青云看不上眼，患得患失无力感。可能你说笑了，怎么会不细呢？这是江南首席雕师黄辟川的作品啊，讲好了，1600两成交。青云怎么了？不满意就走吧，你别多嘴。这小姑娘心动了，骗这少年仔顿顿的。哎，少年仔，过来过来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价格好不能再降了。从家乡带出来的盘缠不多，这贵挖矿的穷小子真是天价。但是这是我第一次买给青玉的礼物，钱再重就是，咬牙买下去吧。叶展天交出身上仅剩的银钱，取起了摊子上的玉镯，用一脚将客人摸过的指印擦拭干净，笨拙地牵起青玉的手，套上玉镯。好看吗？青玉如粉藕的手臂，圈上白之透和绿的玉镯。叶展天一时间看着吃了，好看。多少钱买的？1200两。呆牛，你被苛钱了，这至少能杀到千两以下。哼，这姑娘家怎么那么难伺候，一下高兴一下生气的。一人天永远不能明了，张青玉享受杀下的乐趣。青玉买这么多丝线布料想做什么？难道开不好吗？怎么倒这蛮牛，讨厌。现在市集也逛遍了，青玉想必也累了吧，我们去旅店歇息吧。叶展天放下手中的大袋的货物，老板，我们要住店。好嘞，双人上房一间，我来帮两位看看。麻烦上房一间给这位姑娘，我住差一点小房就可以了。
我明白。不了，一间上网就可以了，出门在外省点钱花用。这不是还好吧？难道青玉是那个意思？这要选哪一个？好，选一。这不太好吧？孤男寡女的。你呀，别想太多，你打地铺睡地板。让开让开，我们敢做那朝廷亲房，现在等等统统给我撤开。玉兰江风，我们接获密报，得知你藏身此处，你躲了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赶快给我出来。各位客官，你们这下做什么？小弟才刚刚展现过门面，不要惊扰到客人啊。少废话，这些客人少吃一顿少住一晚，哪会有我们办案重要？奉朝廷旨意清量重量犯人，谁躺活不了？兄弟立大功的机会怎可放过？这几个人好嚣张，好像把大家当成犯人似的。同样是替朝廷做事，地方官差素质不佳，有扰民之嫌，难怪常被欺为果官。江峰，快出来！要不然就一个一个房间搜，翻到你出来为止。江晴，草民江风在此，诸位官差大人，请小声点。下午寻常百姓，并非父母官所应为。少在这花言巧语，今天你都不乖乖跟我们回去，我们要用抓牙把你抓回去。我家主人乃东陵江主江王之后人，平日作风得宜，行事正直，乐善好施，颇得百姓敬重。未闻违逆纲纪，更无奸淫掳掠。敢问观察大人，主人所犯的是何罪名？反正就犯了大罪，那连罪名都喊不出来，这所谓莫须有的大罪，我家主子可承受不起。狡辩梳头，我们只管抓人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必须先成名罪状才可伏法，这是天下皆知的常事。那无罪状及侵扰无辜百姓，就算是围观的诸位，只怕也为我家主的鸣不平。说得有理，先听清楚状况，免事别胡乱插手。可恶的书童，好利个嘴，说的我好像都是坏人。江峰，你应该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好事。你欺骗我家小姐感情，去逃避与她的婚约，现在去跑到这里来喝酒逃婚。你家小姐，我记得了，上次去元宵灯会，张先救了某位官家小姐，帮她打理好并安送回家。我记得小姐后来遣人来我家提过亲，正是如此。江峰，你这负心了，还想赖账？你家小姐多是可爱，确实有大家闺秀之意。主子一年到头都在英雄救美，教得满池春心荡漾，这一点，唉，可惜的是，江某还想大江南北游历一番，增广些见识，没打算这么早就被定住终身。这么说你是不合作，不顾与小姐的婚约了？虽有提亲，江某并未首肯，一厢情愿的婚约要怎么谈呢？好啊，看来不用抢的，是抓不到你了，看招！住手！你们根本不是他对手。在下
浙江银枪求情部受官府之托，进江野移驾两部赴小姐府上查询，我不答应，只好银枪指教。对方来头真大，连秋七也都请得动，这下难搞了。阿晴，取剑来。哎，玄一，这个少年是会麻烦，我们去帮帮他吧。我正有此意，这个少年不太会武功，若和眼前这个邱清波打起来，应该只有必败的份。让我们来领教阁下的枪法。两位朋友到上哪里？等为朝廷做事，报了名号三和气，清御书屋不愿表明身份，在下乡野村妇一名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幸好有人替我出头，松了一口气。多管闲事的习武乡民，既然不愿意报出实诚，银枪无眼，若有得罪之处，休向家中长辈哭诉求公道啊！拜托我谁？我叶南天呢？天下第一神剑叶南天呢？穿百年的皮练银枪，竟硬生生被你震断。天下如此浑厚内力者，难道是传说中的嫁衣神功？嫁衣神功，这是什么功夫？好江峰，好江峰，这是你找到两个武艺了得的帮手，算我技不如人。我们走。秋七爷，等等啊！好险，好险！又被两位贵人相助，江某怎么被秋七爷拿下？从此过着商居家的安稳生活。哎，我家主人明明很聪明，可惜就是不好习武。遇到强敌只好，好了好了，不是又洪福齐天再次逃过一劫了吗？在下江峰，不知两位如何称呼？小女子张青玉，她是我的伙伴叶南天。哦，伙伴吗？两位看起来真像是行走江湖的鸳鸯侠侣。我配得上青玉吗？我惹出这么大的麻烦，该去避避风头了。身上这些银钱俗物，若以此犒赏，不免轻视两位，大恩一时难以为报。江兄弟别这么说，我行走江湖时间不长，却受不少贵人的恩惠，谈起报答什么的，实在见外，我们后会有期吧。江湖何处不相逢，咱们后会有期。我没看错，确实嫁衣神功，得找帮手夺下武学秘奥。青玉，昨晚睡得可好？前阵子常露宿荒郊小村庄，昨夜舒服睡了一整晚，精神好得很。在师母传达新命令之前，今天继续逛街。又要逛街啊？不要啊！李迪，哎，李迪，金丝镖局，拍了拍腰间的九环刀，发出一连串叮铃声响，听得出来威吓杀意。前面的壮小子，停下步。哎，李迪，哎，李迪，就是那个变成僵尸那个，他魔族怎么变成？空同派的一凡大师要向你问几句话。这般无礼，来者并非善类。
大师请发问。你和武梦邪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会懂假意成功？快说。武前辈曾言江湖险恶，想借此称霸江湖者众，千万嘱咐神功不得轻传。小生武前辈仅是萍水之缘，某次路上采矿，见他重伤将死，送些饭菜茶水，做些简单治疗，是任何良心的人都该做的事。至于加倍神功什么的，我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他只感谢我相助，传授一些基本吐纳口诀罢了。哎，你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了，叶南天。好小子，莫非在装傻？那念吐纳就有这等功力，那习得神功岂不是天下无敌？假意神功是从先皇陵墓中窃取，我目前乃是担惊朝廷在案侵犯，这邪鬼的下落呢？他也被朝廷都尉追击，落崖而死，是我亲眼所见。可恶，如此我的计划不是泡汤。且慢，好歹本大师江湖历练多年，差点被这毛小子骗去。待我先把你活捉起来，慢慢逼问口诀跟实情，拿姑娘当人质，不信你不说。这样啊，真是不幸啊！麻烦你跟我去官府走一趟，把整件事件的前因后果详述一遍，说一遍把你听到的口诀沾入神册，重新送回皇陵安置祭祀。这小女子向大师提问：崆峒派素来和朝廷无甚瓜葛，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忠心？只怕别有私心吧。奇心门人，崆峒派的事还用不着你管，这个人我要定。他可是我朝廷奉命命令遴选的搭档，现在还有任务在身，你们休想对他怎么样。女人保护男人，哈哈哈！笑话。女人又如何？功夫底下见真章。小姑娘口气挺大的啊！我与师父乃同辈中人，我难道还怕你不成？三打二可不公平啊！让我来加入，那场面热闹些。黑师弟，你来了，给师姐抱一下。别这样了，大礼刚前，晚些叙旧吧。神风无影手，我还可以偷东西哦。这是唐门毒手啊，长得一模一样。好像有点痛。先偷一下，还是失败。很烂呢，又偷失败。有够烂。七三吼。龙井茶，烂东西，好痛！没东西了，轻松，屠夫所说。我先昭告武林里叶南天与武穆邪是一伙的邪道分子，有你掌握假意神功的诀窍，终有一日将危害江湖，后会有期。去吧去吧，早点昭告武林。
夺回是假，强抢是真。哼！阿碧姐，这几个月你出门在外，师弟们的弟子们好想你啊。门内不是阮师姐，阮姐温明温柔是出了名的，师弟师姐不可能欠人照顾的。哪有？这些海渊姐都逆着大师哥都不理我，明眼都看得出来。只要大师兄点个头，海渊姐马上软的身段就嫁，还是阿碧姐姐最好了。你们只怕不是想念我，是想念我做的小点心。阿碧是青玉的昵称吗？青玉的厨艺很好。嗯，这就是师姐的根吧？怎么一副出手出脚没头脑的样子？不知道昵称就罢了，连姐姐上场烹饪跟小手艺都不知道。你糟蹋天底下最好的女孩，师姐啊，你跟班怎么选的？难道是眼睛进了沙？不然怎么选的这个蠢牛？小黑，姐姐选的有眼光的哦。我没机会展现手艺，所以这牛耳还不知道。但是这样的跟班非常可靠。带着中怒的微笑往叶南天腹肌用力捶了两下。这是要我别跟黑师弟计较吗？好吧，青云想的我都支持。阿碧姐喜欢上这大笨牛，真讨厌感觉。哎，生态姐姐，其他的话都不说了，一旁老托出去乱讲几句，咱们势必要躲一下风头。小黑，你是本门的情报通，该去哪里你最清楚，给点建议。不要这样讲啦，我们先去临近的上海镇，那会比这里好一些。要不然让他安庆人多口杂，今儿来金丝镖局，明天来什么银丝镖局什么的，打都打烦了。还是小师弟厉害，师姐从来没有去过上海镇，麻烦你来带路吧。嗯，你们就跟着我好了，我还有师度的技巧，可以度过许多悬空的地方，高崖断壁都不是问题。真的很厉害，你们奇境的门人似乎都有各自不同的能力，每一知识也要有尝试啊。你在是姐姐的跟班份上，就好心跟你讲讲。死小孩讲话真欠揍。每颗晶石都有其属性跟独特的力量，能否发挥晶石的能力，除了修行法门，也跟使用者的人格特质有关。师姐晶石具有石的力量，而我具有师的力量。若是遇到断崖或房顶等等去不了的地方，先把右下角的地图技能切换成师度，然后按住 Ctrl 的同时，将指针移到目标点，再按下滑鼠就可以师度过去了。没有什么不明白的话，我们出发去吃海镇吧。好，你们横江一窝黄花荒，想吃下长江水路，那贪取盐货利润。因我沿河船夫抵抗，杀了我儿，竟又迫害我那怀孕将产的儿媳，丧尽天良。师爷误会大了，我们只是请令公子去香囊吃个酒，没想到他自己醉昏落水溺死。这女儿媳形容憔悴，念其丧夫之痛，本乡主大发上心，要带她去城里好衣好食安置。夫君是被你们身绑大使成都江底，你们也不过想捉我去当人质罢了。真是好心被狗咬，做这么多误会是想维系长江水路微薄利润。师爷你就高抬贵手，拿出几条水路让兄弟好过些。黄花峰上下自然记得这份恩情的。呸！谁知道你不守信义，表面上和咱们谈判，背后却尽搞些龌龊事。我背着照顾船夫船工生活的责任，就想尽的命亡于此，对你们没得谈。这样子啊，给我杀！能不能别胡乱杀了？阁下何人？长江水路家务事，不要插手比较好。扬子江水，天下百姓，并非你们华黄峰私有。对啊对啊，这就是俗称的匹夫有责，怎么能让你霸占？不讲大道理，光是欺负你们这汉子跟妇孺，就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偷不到后面的。
这三人甚是厉害，暂且撤退。夫人，可以起身吗？要不是我腹中那口子的骨肉，我还真是不想活了。你们虽然救我一家子，只可惜小孩出生见不到爹爹，请节哀。大叔，你的伤势？不打紧，多谢。黄发轰是出了名的卑鄙，等等就会带人来报仇。儿媳妇能这些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了。老汉姓石，大家都称石老头，事情紧急，大恩来日，定当报答。路上请多加小心。江湖竟然少有亲近之处，我们毕竟又救了需要帮助的人，尽力而为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找间客店休息吧，暖一壶好酒，提振一下精神。是孩，这里明明是交通要道，也应该是生意兴隆的，莫非是本饭馆没有特色菜？哎，真希望有杨度师麻辣鸡，就打出四海村名号。你可能已络绎不绝的。对啊对啊，对疲惫旅客来说，那有这些特色菜，一定生意兴隆。哇，吓我一跳！三位客官是来住店的吗？正是如此，麻烦你了。小二，小二，哎，这混小子要睡觉。空房间在二楼，客人自己挑间进房吧。师姐，师姐，这么晚了，什么事？师门命令，神秘兮兮的，不会是你自己想出去玩吧？又怕黑了。真的啦，我真的是师门命令，快走吧，别找浩他。师姐，你可来？你知不知道我刚刚一个人快被吓死啊？傻师弟，只有心怀鬼胎的人才会被鬼找上，不做亏心事，怕什么鬼？可是我就是怕嘛。师姐都来，不怕不怕。和师姐说吧，师门有什么命令？这个命令是有关叶南天的。张伯伯，最近研发发现奇经门人配合内功心法修持，能够强化奇经灵兽的能力。师尊从商二师兄那里得知，驾驭成功重现江湖，而且在阿碧姐身旁的蠢牛上，下令我们动手夺取。不，这不可能。师姐知道了，生命难违。奇经门超过灵界的奥秘与威力，超越江湖常识中的武学，神域早是天下数一数二。如此还想抢夺别人的内功心法，简直荒谬贪婪。舅舅怎么会下如此命令？但是假意神功是从皇里偷出来的，这本是朝廷的东西，我们也肩负夺回的责任啊。假意神功，难道我又拼蓝天？不，人人都说要将神功归回皇陵，其实想要天下无敌是真。从小到大，师门兄弟当我是跑腿奴役，只有阿碧姐把我当亲弟弟照顾。师门的命令我已经传达，关于江湖朝廷大义什么的，那些对我而言都太遥远。只要师姐你的决定，一句话，无论是什么我都支持的。傻瓜，姐姐做好决定了吗？这个你给我一点时间，那我再多观察看看。这几天我瞧你跟大牛眉来眼去小动作的，莫非师姐正爱上牛哥哥？小黑敢吓我，看不打脸馒头包。师姐昨晚瞒了一整夜在做什么啊？不许讲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外面好吵哦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出去看看吧。沿着彭某特聘江南名厨张长贵来打理本店菜色，欢迎大家来免费试吃。大家踊跃啊，不用客气。哇，好香啊，一辈子都没有闻过这么好的味道。我也饿了，师姐，我们吃一点好不好？也不会耽误我们的行程。
好吧，我们就吃一点。哎，老板，我们要一份。好，三位客官，来下面找桌子就坐吧。你走太慢了吧？哎，客官，请尝尝手艺。辣味合蒸荷包豆腐、法式炖牛筋、大盆子辣鸡，还有绝技老饕叉烧包。应用尽用，请慢用啊，多多指教。哈哈哈！哇，不是盖的，这个好吃。别吃太快了、啊，会噎到的。哇，自从离开家乡后，这是我吃最好吃的一餐。我可以倒退入味。怎么回事？肚子好痛！好彭老板，你竟然下毒！我什么也没做啊！张掌柜，是你？碧色神君，哇，好年轻哦！十二星象白炉之王，神神的气不必叫了。张长奎本尊已经被哈哈尔收拾掉了。在我十二毒威力之下，没有人不经脉松软瘫痪的。啊，没有人迎真吃上饭菜，是我疏忽了。啊哈哦，比较瘦一点，可是哈尔又卤过哎，哈哈哈！皮特老兄，是我言差矣，是我精选的人肉叉叉包，火候佳，味道好，大家吃不出有毒味，好恶心！小弥陀，哈哈，你把张长贵怎么了？哈哈，冯老板开心点，我可没核心上海生产工具，他此刻正被我绑在附近林地呢。要不是他叫花子精闷的入味，连我这个懂厨艺的都赞不绝口，真该杀了他断后，避免射击败露。你看，你看，我们抓的三只小羔羊还勉强站着呢。果然是寄予加一神功，这就是咱们二人常说的“彻你病，要你命”的至理名言呢、啊！哈哈哈哈。燕南天，乖乖交出神功口诀，我就留你们几位一条生路。哼哼，神功岂能落入恶贼手上？哈，没得商量，那你们就会死的。小，我靠，好像有点痛啊。有冰心诀吗？没有。偷不到烂东西，活金丹，软绵绵的小羔羊吃我的剧毒，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四大恶人跟十二星象都是江湖中有名的恶煞，正被抓到一定小命不保。师姐聪明，还会判断状况，希望马牛不要呆呆硬拼，找到机会能逃就要逃了。等等，好痛，轻松，不成了，我们快逃！啊，他们逃不远了，快追！竟然发生这种事情，好不容易才逃出来。青云，刚才那个饭菜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赶快离开这里。在这边他们追上，我们无力反抗，倒是这个束手就擒。王一抓，大力鹰爪神功，孙天然，剑掌双绝，
萧子春玉面审判，行色匆慌，他步履不时举动，他多半是修炼神功的燕南天啊。玉面审判萧老兄已向断人如神，燕贼，我们自首伏法吧。燕贼，南天何罪之有？公同一方大师已贴出武林贴帖，通告你武穆且勾结的作为，看你们神器是否中了剧毒。淮阳王家不是欺负弱者之流，只要你乖乖交出秘籍。啊，有趣有趣，外面有这么多正道人士，也在觊觎这嫁衣神功。十大恶人以蛇形象素武来往，什么时候开始联手的？比五十步笑百步，南北武学宗派互相睥睨已久，神功一出，还不是一火增强？不好，黑猫白猫准备一起吞了咱们。死老头在此，谁敢碰我恩公？恩公小心，快随我上船。恩公，你没事吧？恩公，你千万别死啊！恩公，别再哭了，不然没事会被哭到有事。病人只需要安静的休息。姐姐别伤心，我们都有内力根底，一时间还不会伤及性命。啊，眼好花，周景的景物都在旋转。四前辈，这里是哪里？你们正在我船上。这是三十六路船域中最快的小筏，那帮恶贼是追不到这里来的。你知道他们为何？你是不是也？携着救命之情，史家难得有机会相报，恩公千万不要怀疑。你是想问我为什么不要嫁衣成功？正是。哎，实不相瞒。嫁衣神功确实诱人，天下习武者人人妄想得知。可是行走江湖最重仁义，无人同掌天下三十六道水路的船运帮主。今日恩公遇难，若不是以性命相报，必受百川船夫耻笑，何以自重？是帮主，真是谢谢你。诸位少说些话，好好休息。来，我倒杯水给你们进进口，润喉一下喉咙。碧色神君说是天下奇毒，只怕得苦求神医赛扁鹊。赛扁鹊？几位恩公，我只能把你们送到这里，剩下的路需要你们自己走进去。石帮主太客气了，你能仗义相救，我们就很感激，怎么能劳烦你再远送？并非老汉不愿。只是赛扁鹊有个怪习惯，坚决不见外客。病者就算脱尸，也要自己又爬进去才有诚意，否则是不予任何诊治的。我就送各位到此，后会有期。既然如此，就谢谢石帮主。金玉树峰，你们能走吗？我没事，我也没事。走吧，走吧。石老头。你到底要把我泡到什么时候？临床医学试验怪医，不会动就别说话。这嫁衣神功太神奇，太神奇了！全身骨头断了七成，竟然还能渐渐愈合。春流啊，你快点把我说的记下来，听到了没有？我靠，问春流以前这么帅啊！徒儿正在记录呢，只是师父你说话太快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只怪徒儿记录的太慢。这还差不多，有点自我反省的精神。接着记。还有先前我要你写的连续三个月的试验记录，资料整理好了没有？都整理好了，加上那些册子，照日期顺序排着就是了。你们两个庸医，敢拿我这个当实验品，但我破肝而出。必要你们俩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这要看你能不能活着出缸啊！这怪医跟我有一样的特质，我求武学，他求医术，若不顺从，一针就能杀了我。
难得有好材料，怎么整治都不会搞死，我怎能轻易放过了？要不是他医术独到，我才不要跟这疯狂怪医习艺，结怨无数，都好有得受了。我问春柳头上有个印记哦。请问神医赛扁鹊，你们什么病况？我们武前辈，真的是你，青玉，这是我之前跟你提到传授我口诀的武前辈。蓝天，你也安然无恙啊。习武之人既然笨到不控制情感，那毒气乱窜，直接昏过去。你们三位都是一样的症状吗？是的，而且神医帮忙诊治，报酬方便。你们几位体质有异常的，我可以帮你们免费诊治。不是免费诊治，是三个诊治的对象。天知道师傅又想有什么恶搞。这看来是碧蛇小不点的蛇毒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对啊对啊，赛神医好厉害啊。别担心，老夫会治好你们的。哎呀，这头骨形状好啊，要是开个洞装上个角色，不知道会有什么效果。春柳，他们的疗程也给我全部记下来，你仔细看看师傅表演手段。是师傅。这一切仿佛做梦一般，头好痛，不能思考，肌肉抽痛，不属于自己。不过现在眼前有了光，我活过来了吗？醒过来了，依照我校友的分量，也该是醒来的时候了。终于醒了，我还怕你醒不过来呢。我就说他跟牛一样耐命，师姐不用这么担心啦。多嘴，怎么样？觉得好些了吗？完全没事了，神医治疗固然有奇效。对的，武前辈的状况，他没事了，只是这两天不安分，一直妄想运真气打破药缸。老夫怕他重伤未愈，冲断经脉，所以下了针，让他好好睡着调养。相信我师父吧，只要多实验，多治疗几个月，一定能找出彻底复原的方法。那就拜托两位了，千万帮忙救好武前辈。没问题。接下来要怎么玩弄这个活死人呢？管理诊疗的费用，我们可以向朝廷请领，请神医多少收下一些心意。你有变得水晶的体质，我这一生都没见过，非常有意思。虽然昨日问诊过了，但你似乎难言之隐，老夫也无法强求。总之，身体小心鬼上，定期回来找我诊治，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谁有这个胆啊？待几天都知道你手法古怪，有九条命都不够你实验。好吧，多谢两位神医之恩，我们先告辞的。到处都是追兵，哪院比较清静的，让我们暂时避避。师姐肯定想好了，金玉，我们去哪里？很早以前，你不是曾经问过我故乡吗？我记得，听说那是一个四季如春、风景如画的平和小镇。我们去吧，在那里，没人可以找到我们。原来神医赛扁鹊还有一个医术比他更高明的师傅，叫五谷道人。不过传言未必可信，看上去比赛扁鹊还要年轻的许多。他自称赛扁鹊医术师承旗下。难免不让人心生移动。那该死的五谷道人拿走了扁鹊神针，整天用的医术不说，竟然还在江湖上散播我的医术全学之他的传闻，害得我在同道面前很没有面子。要是他没有那本书，我倒要看他怎么给人看病。哎，师傅，那算了，那五谷道人锁着抽骨龙甚是遗憾。我师徒虽然医术胜过他，但武艺不精。哎，赛神医，那个五谷道人现在何处？你告诉我，我去帮你把扁鹊神医拿回来。他应该在青铜峰上吧？只是平日闭门不出，估计是怕仇家找上门来。
果然还是师傅高明，现在那个赛扁鹊估计被折腾得焦头烂额了。要怪只能怪那个赛扁鹊太笨，那么珍贵的艺术就放在门外晾着，不顺手拿来简直太浪费了。而且给赛扁鹊一点教训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在我面前嚣张。你就是偷走赛神与扁鹊神阵的五谷道人，快把书交出来。哪来的小子？不过如果你真有心要帮老头把艺术抢回去，我倒是乐意陪你玩一回。放马过来吧。无物品，烂死了。啊！怎么长一模？你是哪门子功夫，居然能破解我的锁子锁骨洞？赛扁鹊哪找了这几个高手？你偷到赛扁鹊的艺术，还损他名声，如今又技不如人，输给我们，于情于理，你都应该把书交出来。可恶，这小子速度无法辨解，得找个法子快跑，万一被这几个小子抓到赛扁鹊那里，我们可要苦头吃了。好，我们交出来便是。这里有一本药师剑，你们拿去看看，以后就不要再来了。玄药，好吧，我接受，我们以后不会再来了。只要你们踏踏实实行医，不要再害其他人。试试来。你的武功非常奇特，表面上招式有些粗糙，但内力异常深厚。到底是什么武功呢？要不然我的锁子锁骨功也不会输给你。可恶！当你和同桌万春人一起决定研习医术，如今还已经有小成，我却还是这么半吊子。你自己不抄的。你只是笨蛋呢。赛神医，我们把你的扁鹊神阵拿回来了。太好了，太谢谢你们了。存留存留，徒儿在，快把这本书抄个七八分，这样抄书多，也不就不怕别人偷了。徒儿遵命，师父饶了我吧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好，走了。